欢迎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年财富 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若盈，我主持人郭总。嘿，来来来看一下投资必修课，来现金为王。哇塞，现在听起来很恐怖哦。美国经济引爆全球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啊、哦，就是说可能太平洋的另外一侧有蝴蝶的哦，飞啊飞啊飞啊。然后怎么样？就会影响到气旋，到另外一边，然后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然后形成大波浪，然后大海啸，所以这个叫蝴蝶效应。年底这个数据最关键，哪个数据最关键？好，我们来请三位最关键的分析师来宾，来第一位。好，首先燕丽姐，燕丽姐，首先，不能不一定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可以同月同日出生的燕丽姐，好，跟我同。跟我一样是十一月底的，好不好？大家好，英姐，英姐，英姐不错，她真的是好来宾，难怪她其实很好 Q， 你知道吗？难怪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她其实这么多节目找她，我讲什么她都可以接，你知道吗？大家好，大家好，谢谢丽姐，好说好说。第二位，再来我们第二位来宾林玉凯分析师，凯哥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第三位分析师来，好，我们今天的主讲者欧伟杰，欧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好，欧老师来来来，你来，好来看一下哦，这个今天的第一次哦，在福利社的处女座哦，在别的节目常上呐，好不好？请问一下，现金为王，对，为什么啊？好，我想其实哦，在现在目前的一个股市的这个回档效应当中，其实也不是只有台北股市在回档，是你看一下现在目前的亚洲股市，包含像日本跟韩国。韩国已经准备要破底了，那日本呢是已经跌破颈线，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比较偏空的一个态势。而且呢，在最近我们看到在美国的一个经济市场当中公布出来的数据，其实呢都隐含了下半年美国经济的这个复苏其实是不如市场上的预期。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部分哦，在七月份公布的时候，它只不过是微幅度的下跌一点点。哦，就消费者信心指数，它是针对说，哎，美国的这些消费者，他对于未来的一些购物的期待啊，或者是一些哎自己口袋能力的这个消费力道，去进行一些信心指数的一个这个调查。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说，哎，在这个月八月份公布出来之后，竟然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崩盘，而且这个崩盘的一个数据呢，是回到了70.2。那70.2，它回到的是过去在2011年欧债风暴刚刚要复苏的那个时间点。哦，所以其实哦，在这一次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上面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落差哦。欧债好像是2015、2016年嘛，是不是？欧债是2011年、2012年的时候。你讲的是2011，好，对，2011年，对对对对，好。那你看，我记得好像它有持续很久，你讲是2011年的時候，对，有一段时间哦。那当时候也是影响到全球的一个股市跟消费的一个信心力道，所以你看到前面在这个2008、2009年那边有一个打底的一个状况，十年的新低。对，那信心指数呢，竟然回到十年前，现在不是大家都还在这个所谓的宽松刺激，然后呢，这个都还在期待说，需求要上升啊，或者是什么？可是呢，美国的这个消费者，全球最会花钱的就是美国的消费者，可是这个最会花钱的消费者，竟然对自己的口袋没有信心，很奇怪、这个很恐怖哦，而且是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是出现了崩盘的一个发展。那最主要的原因哦，还是来自于这个纾困金的部分了哈。现在目前美国的这个纾困金的部分，经过了前面三波的一个发放之后呢。他们决定为了要把所有的美国人赶回到就业市场去上班，因为要不然美国人太好吃懒做，只要拿到政府的钱都不想上班，因为太爽了。可是有些人说美国人是最认真的，你想想看，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还要干嘛？还工作啊？没错，你看美国人都认真，对，没有是时差的问题啊，对啊，对，时差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是要这样子吗？我觉得太有趣了，我爸爸也会讲这个笑话，海獭，你要学一下哈，对，他不讲啊。所以其实哈，大家会比较担心的是美国人的这个消费力道，再加上其实过去哈，从去年的这个下半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为什么台湾的这个经济奇迹会一直不断的发生？就是因为美国人哦疯狂的消费。是。那如果按照统计数据来看哦，过去这一年的时间，就是说去年的下半年一路到今年的上半年，每一个月美国人的消费金额大概平均哦，接近到今年上半年为止，每一个月6000亿美金。过去的平均值大概5000亿就很了不起了，所以它是超额消费了20%。那超额消费完了之后，政府不发纾困金，那当然口袋空空啊，所以不得已只好回去就业。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公布出来的这个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也出现了一些下滑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面对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崩盘，其实对于这个其他的通货膨胀啊，或者是股市的一些问题哦。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来说，其实鲍威尔是会比较紧张的，鲍威尔是会比较紧张哦。那再来我们看到下面这张图，它就是一个等一下啊，
消费者的一个预期跟股市出现巨大落差，其实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其实不是只有在消费物品哦，就是买东西不是哦，他也会去针对消费者对股票市场的一个投资去进行一个调查，就跟我们国内的这种国泰的这个投资人的信心指数是一样的道理。是，那过去长期以来呢，它都是呈现一个比较属于正相关，那一旦出现大幅度的一个背离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出现股市的一个修正。那这一次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落差，所以当股市在创高，可是消费者的一个的信心是在往下掉的时候，其实会隐含着一些购买力道不足的问题，就是买力捷径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后续大家还是可以特别留意一下美国股市的地方。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制造业的部分，这个是纽约州公布出来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指数，也出现了一个重挫的一个现象哦。因为我们如果从下面的一个月增率的一个状况来看，我们扣掉2020年哦三月份跟四月份那两根比较长的那个负那个长比较长的这种负值的一个减少现象，因为是疫情让整个它是哪边没信指哦，对对对，在这边哦，你手可以直接指啊，对对对，就大家在这边那两根好啊，对对对。好, 好，那这两个嘛是，这两个哦，就是二月、三月的时候，三月、四月份的时候。那因为这个是疫情的影响嘛，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疫情的影响值给扣除掉的话，其实这个24.7的下滑幅度，其实创了有历史数据统计以来的最大。好，所以制造业的指数下滑，其实也是一个经济放缓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先指标。那为什么制造业的指数会出现重挫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下面这张图，它告诉你价格高涨。那什么样的价格高涨？价格高涨呢，就主要是来自于成本。什么成本？原物料成本，这个薪资成本。我们看到在劳工的这个薪资的部分也持续的往上去调整，所以对于厂商来说，我的生产产品出来之后的这个成本呢被迫调高。可是呢，我现在刚刚上一章告诉你说，消费者其实不太买单，那怎么办？我没有办法能够把我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我怎么办？好，回到刚刚那张图，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是被迫减产因应。我们这到制了，好，不好意思，老师你在旁边一点哈。制造业快，所以制造业数据快速落滑，需求快速下降。对，没错。好，老师这个逻辑非常之清楚，就告诉你说，哎，其实我又没办法转嫁成本，可是消费者不买单。对，现在变成陷入两难了。对，好，现在如果说哈，我制造业我在转嫁成本的时候，消费者买单，我还是买东西，那当然就是一个很顺遂的一个环境嘛。可是如果连消费者都没有钱可以买单了，那我当然怎么办？我多生产多赔钱，那我只好减产去因应。所以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制造出来的一个这个产量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新雇员工的部分，也出现一些下滑的动作。那这个都跟制造业的减产其实是有相关联性。那所以我们看到下一张图的部分，你看到这一次最新公布出来的七月份的美国的零售销售的一个数字出现了月减1.1%吼。那这个其实呢，可以去观察一下前面这三次纾困案的一个结果。那前面我们看到这上面的部分，就看到，这个 stimulus 1、2、3就是在这个政府纾困的部分，分别纾困来之后，其实都出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零售销售数据的成长。可是到了现在，美国的政府已经开始不发纾困金之后呢，过度消费的结果，所以你就要买单嘛，你没钱了，所以就回去上班。所以呢，在零售销售数据下滑的同时，其实也代表着到了下半年，美国的这个 GDP 其实会出现大幅度的一个放缓的现象，因为毕竟以现在目前美国的 GDP 的一个成长的比重来说，消费还是占了大宗。只要他们没有消费，那对 GDP 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那至于在下面的部分，我看到在美国的制造产出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放缓的动作，在月增率的部分还是维持在1.4%，这大概都还算是 OK。可是从年增的角度来看，是出现了一个尖头反转的一个现象哦。所以从美国的制造产出跟零售销售数据，其实他们是有 match 的。因为孙老师这边我们可能小编打错是 Y O Y 应该是负是。没有正的没错，还正的没错，对，它是尖头反转，它还是正值，但是它是从很高的正值反转到直下去20以上掉到 7.4 哦，对、哦、对，所以它 YOY 还是正的，没有错，斜率的变化，对，它你这算是 YOY 的变化，对，这张图表是 YOY 的变化，对 ，OK， 然后柱状体是那个月增，好，我懂了，它是蛮从这人斜率的变化啦，对，微分的感觉哈，蛮从20的到 7.4 对 ，OK， 对。好，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制造业产出的部分，其实也可以对照我们刚刚这几个这个图表的结果，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美国的消费者购买力道大幅度的减少，这个对于美联储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打击。因此，在现在来看，
美国从这几个数据来看，其实美国进入到下半年之后，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卡，在 GDP 的部分，第三季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哦。我们看一下第二季的部分哦，在 GDP 是来到了 7.1， 好，在这边哦 7.1， 好，那第三季的部分呢，其实在预估值上面就出现大幅度的放缓，来到 4.5。原先市场上预估今年的美国 GDP 第三季大概有7%到9%。可是呢，却出现了一些很明显放缓的动作，甚至有腰斩的可能性。所以来到第三季的 GDP 成长率只剩下4.5%。那最重要的，我们就看到上面这个数据哦，就是在这个哦消费者的花费的部分，从第二季哦，从第二季的这边哦，它本来是季增是12.3%，它会变成是只剩下1.5%，然后贡献 GDP 的比重从8.2%剩下1.1%。哦，所以你就知道说，美国消费者不消费，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当然，对于全球一些相关民生用品的耐久材啊，或者是一些非耐久材的一个产品的需求，就会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在我们看到下面的部分哦，这个所谓的这个库存的这个指标哦，在第二季的部分，库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偏低。那所以呢，它贡献 GDP 的比重是-0.8%，可是来到了第三季。它库存所谓是大幅度的从-1500亿来到了500亿的部分哦，-1500亿回到-500亿，所以贡献 GDP 的比重是2%，也就是说第三季结束之前，你会看到在美国的库存水位大幅度的上升，这其实跟上半年的疯狂的超额订单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当需求下滑，订单库存在增加的时候，应该说库存在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其实都会影响到原先市场上面的一些估值的修正，所以这个是第三季美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带给我们的一些讯息。那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台湾的一些电子产品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表现，这个是要跟大家讲有连结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这张图卡之后，你就知道说现在美联储面对于接下来八月底的全球央行年会，它到底是会放一大堆老鹰，还是会放出和平鸽？好，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察重点。那一般预估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面，鲍威尔会比较偏鹰派去做谈论。可是你看到刚刚上面那几张这么烂的经济数据呢，应该他想要放鹰应该也放不太出来。所以其实面对于在这个所谓的 QE 购债计划的缩减或者是升息上面，我认为如果是这种的数据，升息应该是不太会谈。连 QE 购债计划都不见得会说我要去进行缩减的动作，真的哦。可是很多人不是说，开始有任有个看法说年底就会减少 QE 了，可是你觉得他改变想法，对是？对，我想其实哦，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应该会持续到年底哦。如果是持续到年底，那美联储一定是放鸽。还有就是说，在整个美联储的看法上面，我认为哦，货币的理论当中会有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哦。这个货币三元悖论就是在这个数量哦跟这个利率还有汇率之间。你三者只能选两个嘛？那美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流通性的一个货币，所以流动性跟数量这件事情绝对是一定要选。那就只剩下汇率跟利率的一个选择了。可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么烂的经济数据当中，它绝对不可能去动所谓的利率政策，那也就是它只能动汇率。所以为什么在公布完数据之后，我们看到美元在今天是已经突破了昨天就突破了93.45，出现了一个长期的 W 底的一个形态。好，那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就是美元指数已经进入到长期的多头环境，长期的多头环境。那换言之，美元长期在多头，那对于外资来讲，就是长期会回流到美元资产，所以台北股市的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那另外上面这张图，我们是要看的是利率结构，也就是说，以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说，我们会把利率结构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的部分。那再来接下来是名目利率，那另外一个是实质利率。那名目利率等于通货膨胀预期加上实质利率，那它个别有代表不同的一个商品的一个观察，包括通货膨胀预期，在过去呢，从三月份去年的三月份开始一路往上涨的时候，通货膨胀预期上涨，其实有利的是什么？大宗商品、原物料的一个行情，可是最近开始怎么样？在今年的五月份见到高点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一个箱型震荡，所以我们看到原物料跟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就开始出现了见顶甚至有拉回的一个现象。这个是通货膨胀预期所告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另外我们看到在名目利率的部分，这个是市场上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一个表现。这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最近是稍微有点偏弱，从这个
三月份的高点 1.7 回来到只剩下 1.3 不到。那照理来说呢，其实它是市场上折现率的一个表现。因此现在目前呢，针对于美国股市或者是全球科技类股的一个看法上面，会比较出现分歧，就在这个项目上面，就在名目利率上面。那只要说名目利率在接下来是往上弹升，因为看好美国经济会往上走，美国经济往上走，那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往上跟着往上走，长期是好的。但是对于成长股跟科技股来说，它会比较麻烦。为什么？因为它是折现率的一个因子，也就是说，当它的殖利率往上跑，折现率一变大，它折回来股价就会出现回档修正，就会出现回档修正。那这个是大家特别留意的地方啦。因为现在目前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虽然只剩下 1.3 不到，但是还是有券商认为说，它接下来有机会在年底之前挑战前波高点 1.7。那换言之，这个标普500可能只剩下4000点。那如果说公债殖利率是往下跌，跌到1%以下，那当然标普500指数要上看4700点以上。所以其实重点要看美国股市的涨跌，其实你可以直接看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一个表现。那最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我简单化一下啊，老师刚才讲什么折现什么，简单化就是你把那利率拿去跟那个跟这些殖利率比较好了，其实就知道了哈。如果你那个利率上去，然后其实相对而言科技的殖利率没有上扬，那当然会选公债啦。好，这个参考一下。好，您继续说。好，所以在实质利率的部分也是一样，过去实质利率在上涨过程当中，看好的是在周期股跟循环股，可是呢，最近的这个实质利率是创下了历史的新低之后的反弹，所以它还是在负值以下、负一以下，所以呢，其实对周期股跟循环股来说，看起来短期好像有一些些机会，但是其实因为名目利率在未来的一个走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对于这一些周期股或循环股来说，也变成是一个估值修正的一个因子。我们来看下一个，好不好？好，差不多。好，老师。好，所以呢，其实从巴菲特的这个13楼的一个文件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端倪哦。因为巴菲特在这一次的法说会当中，他其实有特别提到，他在现金部位的部分是持续的增加，然后另外连自己的这个回购的放大一点好不好？回购库藏股的一个计划呢，其实都开始缩水哦，规模开始缩水。那另外呢，他在调整个股的部分，其实就是以他今年第一季看好的景气循环股跟价值股为主，当成是调节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对照刚刚我们特别提到，实质利率虽然出现了一些反弹，可是虽然本来是有利于这样子的一个个股，但是就长期来说，看起来还是面对于估值过高的一些压力，还是会比较重一些些。好，我们来拉远一点，老师十三楼意思说他的一个基金的一个相关的持股明细嘛，对不对？对，没错。你意思说他简而言之，其实应该是说，现在比较以现金为主的感觉，没错，巴菲特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最后我想问一下那个来宾哦，其实像玉凯或者像燕丽姐，你觉得这个哦，现金为王哦，因为老师讲的很恐怖啊，但那个恐怖其实说不定他对，这很难讲啊，是不是？那重点是说你们怎么看法？接下来的，我觉得联准会，你的觉得他的做法会怎么做？会不会左右为难？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杰克森后哦，燕丽姐。好，我简单讲，其实我刚刚其实在我自己单元有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呢，会缩减 QE， 但到真正升息还有一大段的一个距离。那我觉得观众朋友可能听不太懂，那观众他们比较在乎的是，那股市到底是涨是跌，会不会步入熊市？我倒是没有看得那么悲观，我觉得会修正，但就是一个合理的修正，毕竟我们已经涨了一倍了嘛。好，就合理的修正，来。好，因为其实我蛮认同哲哲跟那燕丽姐讲的，因为的确现在在这个 Delta 病毒仍然在肆虐的一个前提之下，虽然最近常常传出有阴影，可是最后可能是空穴来风啊，最后可能只剩下满地的老鹰毛，不见得会真的做缩减动作。哦，所以这个阴影顶多就50道阴影而已，对对对。好，不能再多了。好，哦，真的是好，每天讲的。你看一下，你看一下那个，我们看来主持人的表情非常的。因为他刚刚偷塞了一个会被黄标的梗啊！是啊，我觉得，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老师，好，哎，好，所以现金为王，好，谢谢您，好，现金为王。美国经济引爆全球蝴蝶效应，年底这个数据最关键，哦，这个数据真的很关键，是，好不好？所以说这以外，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每周一二三四五。哦，我们都有特别单元，在中午的时候会上线，所以一定要开启小铃铛通知，才不会错过哦。像这个是特别单元，那135有正片上线，晚间8点上线，好不好？所以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最后还是一句话，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财富 free。瞎换哦，好热，好热，台股有够热啦！你看我特地穿这个衣服还是热，我的满身都是流汗。噔噔噔。
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你最后才讲一句话，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